件，迄物件是阮的啊。哎，你这个人奈这条袂计，小秘密是我的物件，我叫的，什么叫做吃你自己的物件啊？啊，孙哥哥，我应准啊！啊，孙哥是误会，你嘛免这吃。因为吃物件，你安尼生活是姑娘，我心情最近特别特别特别歹。哥，我看到你安尼，我都崩溃。啊，无你要安怎？哎呦！哎呦！今天给我问一句话。啊，吃都吃去啊啦。啊，无你要安怎？你嘛讲这个查某，我就不敢来吧。你给我呛声。你又不给我呛声？安怎？随便咱有呛声的是嘛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今日抓到我，顶日是安怎？你知影无？安怎？今日抓吼，抓到我一呛，查某你呛袂消啦！敢有消息嘞？我打死你啦！咱就试看卖。啊，无，来转啊！好，咱转，咱。